各位好，港股刚刚进入了早市中段，恒生指数期货的五分钟图开市之后表现呢就非常之飘忽的，略为低开之后跟着往下沉底，然后掉头倒升，咁整体上都是一个保利加通道里边反复上落嘅啫。又睇埋嗰张嘅十五分钟图啦，十五分钟图上边形势亦都系差唔多啊，喺保利加通道嘅里边浮沉，咁就再睇埋个小时图。小时图咧就翻唔翻去保利加通道顶，而其他嘅指标咧多数都系向好嘅，咁所以暂时港股嘅显著下跌嘅机会都不大。跟住咧，我哋睇现货主板市场入面，而家大户主动买股比率系60:44，咁啊非常之好啦。不过个资金净主动买入得38亿啫，阿嫲嫲。然后我哋再睇呢个留翻最后先讲，我哋再睇呢个啦。呢、这个就系根据嗰个嘅成交金额排列，所有嘅大市值嘅股票。而家嘅淨主動買入情況，咁望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咁得兩隻，得呢兩隻係錄得資金淨主動賣出嘅啫，其他都係資金淨主動買入。咁而今晚係以騰訊、阿里巴巴同埋呢個嘅美團點評係最多嘅，咁就其實呢、这個。熱度圖呢，我們可以除了看股票之外，譬如舉個例，我看 ETF 交易所買賣基金，看大市值那些，那你看到現在是到這刻為止淨主動買入最多的華夏滬深300，但是流出的，即是我們簡稱叫資金流出，嚴格來說應該是資金淨主動賣出，就是南方 A50、安石 A50， 這點大家看看那個每一隻不同的 ETF 的表現，那就一清二楚，哪隻有資金淨流入，就是這兩個了。 OK， 看完這個之後呢，我們再看看現在的美指期貨是3259.38，跌到6.24，根據這樣計算恆生指數的合理值就是2576，現在恆生指數是25649，略為偏高，國指亦都係略為偏高，紅籌指數就偏高嘅幅度就明顯大好多。咁、那個期貨嘅 EAS 咧就係、是、恆指期貨2571，國指期貨10443，咁就比十分鐘前嘅25548同埋10432啊。是高的，即是 EAS 繼續升，表示個市況呢是繼續反彈緊。最後啦，我今朝答應大家跟各位講的就是恆生指數的量度升幅目標。恆生指數呢是在7月7日的26782.62，跌到去7月20日的24766.17的。根據咁計，0.382、0.5同0.618嘅反彈幅度就喺呢一度啦。咁而家最新嘅恆生指數咧，就係、是、今日係最高反彈到25662.32，咁我要改一改呢個喎，因為呢個係根據今朝開市時嘅2566。现在变成了3.17了，最新的打来25663.17，现在又跳了25664.52了，打埋这个25664.52，这个最新。那根据计算，如果打入这一刻就停了的反弹，那么跌多少呢？我们看两个位，就是跌刚才的跌浪的1倍和 1.618 倍，答案就是23647和22401。当然这个数继续升上去，即是反弹继续扩大呢，这个数呢是会褪高一点的，没那么低的。那另外两个留意的低位就是支持，就是这个的6月29号的低位24149和6月15号的23685。今天我的分析就到这里为止，多谢各位收看。